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121面第一行对第二句看起，丁家有利益，第一个丁家是菩萨之极位，中的妙家之佛果，其智慧功德顶殊妙家。高位之顶格，这是顶格的两个意思来对第一个。这是菩萨历代心经的来因，菩萨有五这一类位置，对于下面啊向上看，是十信位菩萨，故起起咧都是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这是五十个位置啊。十地顶面呢，叫做顶格，最近的这个啊位处是叫做妙格，妙格只有一位，就是正着究竟圆满的佛果，那就是佛啦。顶格以下啦，拢称菩萨，所以菩萨的地位。第五这个位置，这是上悬的，是菩萨极位啊。中的妙觉佛果，伊那个向上提升一级呢，那就是妙觉果位啊，妙觉果位。伊的智慧啊，功德啊，实际上甲妙觉位也差不多。定无是啊，妙觉啊，定妙觉，所以称之为定觉。贪鸾大师啊，伊讲啊，蒙吾妙觉犹有一定，伊那是讲看妙觉啊，伊还佫差一定，还佫差一定，以下明觉。下面就是啊，十地以下，啊，十地以下五十个地位，伊也是比因，但我是高明去太侪咯，几乎到达圆满了，所以称之为啊，顶格。这个意思呢？顶格啊，都是佛果，所以顶格有这两个意思。往生论诸法，以诸法定，我诸如来定，是故诸佛啊如来名为顶格。这个意思也是真好。就是讲一切诸佛，因的诸法平等啊。佛的或者经常上讲啊，法门平等，没有高下啊。所以这个一切如来，因的智慧啊、啊神通啊、道力啊，拢嘛是平等的。
是个如何如来拢叫做顶格。这个意思嘛是真好。啊，咱对这个意思来看呢，真像这个华严经呢，41位法身大师拢会使甲称为顶格。啊，为什么呢？第一，诸佛如来是无众生土。每一个人拢亲像禅宗里面所讲的大铁大悟明心见性啊，无明婆罗，无明婆罗就是讲在任何境界里面因啊拢未啊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啊都无咯，当然就无分别执着咯。哎呀，那也未平定呢？呀，起心动念都未平定咯，不起心不动念，当然都平定咯。啊，所以啊，这个境界真正是平定的世界啊。为什么佛国公伊还阁有41的阶级呢？啊，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顶格，41的阶级。这个41阶级，咱在学华严的时阵也捌学过啊。未当讲伊有，嘛未当讲伊无啊。按怎袂当讲伊有？你不起心不动念吗？家己免哪分呢？分家己吧，一定都是起心动念，一定是有分别。讲执着无是会用呢，绝对有分别。无分别哪会讲会有家己呢？所以说未当讲伊有，也未当讲伊无呢。虽然不起心不动念咯，这是啊无明婆罗佛甲人讲的，要无明习气啊，习气无断啊，习气既然无断，习气肯定有教步的无同，有人习气真重，有人习气真薄。我所以啊，咱就明白了，对带着无明习气啊，无同，讲伊啊有41个阶级啊，是对这所在来讲的，这个41个阶级。诸行化他啊，有障碍无？是一点啊障碍都拢无啊！啊，这个啊，是这一片无明习气，无办法断啊。注意想看卖，如果咱想这个方法来断，又个起心动念咯，又个分别执着咯，所以这些情形A呢，经常嘛有讲。古代的毛公叫做武功用刀啊，人讲啊，主持用不得力啊，每当起心动念嘛，你让用力呢？这个无名时期安怎办呢？不管你谁在一起啊，时间哪久一自然就长咯，一定都爱靠时间啊。偌久的时间呢？经常甲人讲三大阿僧祇劫啊，都要遮长的时间，
这个湿气完全无去了，完全无了，才会使叫做妙觉位啊。所以啊，这个啊四十一个阶级，拢会使个叫做顶觉位，因所证到的是啊无相正定正觉。啊，所以大乘教内面、禅宗内面啊，拢嘛有讲，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啦。那、啊、金刚经上，甘美龙居士著金刚经，金刚经内面讲啊，诸佛如来，一个诸佛都是啊，讲这个四十一个位处啊，叫做啊诸佛啦。啊，对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顶觉、妙觉，叫做诸佛，这最佛啦。所以呢，顶觉两种的意思，拢中拢有啊。啊，下面佫讲有地道论法，诸佛定。故名为顶觉，这个诸佛会当解呀解释为四十一位发心大师，因啊得到发明顶法，所以啊就称为这个顶觉咯。会所也讲顶觉有二义，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如来明顶觉。四十一位发心大师啊，拢啊称如来，啊拢是如来。清顶觉啊，第二意思一心不处位，这是后无佛啦，亲像弥勒菩萨现在住在都是内院。啊，将来下生到这个世间，实现成佛度众生，伊啊现在伫到世的内院，咱就甲称作是宝处菩萨，也都是啊顶觉菩萨。有时诸经家有出经文。也有两说，以为啊是啊，住顶觉位的菩萨啦，有十方世界八相成道，这是一个讲法。啊，另外一个讲法呢，住乃高佛啦。对故啊，向因之现不相，乃成佛后之德用。啊，这个讲法甲头前无同咯。菩萨啊，是已经啊证到妙觉位咯，已经成佛咯。啊，虽然成佛咧，众生有感，伊就有应啊。也伊用的时阵，即叫做道家自行啊。也为众生啊，实现八相成道啊。真像释迦牟尼佛伫即个啊世间，甲咱实现的迄款的啊。释迦牟尼佛实在讲，早已经成佛了。伊啊，伫梵网会上甲咱讲，伊即摆来到这个啊世界来实现成佛，八相成道是第八千次了。这啊，咱知影咯，释迦牟尼佛九万劫就成佛了。哎呀，即摆来啊，是来表演的啊，是实现的啊。这又是一个意思。
总之大家妙用不可思议。是现不小心到也咱的华严经上有看到做主菩萨就会当啊实现不上成道，啊，初诸菩萨确实无明破了，正在发心了，啊，发心不济解脱，拢总证着了，而且是完完的证着。初诸啊，会当实现不上成道。何况这个位置比较悬呢？啊，十住十行十回向，那会讲未能实现呢？就亲像《法门品》里面所讲的，应以什么心得到就现什么心啦。啊，诸佛如来呀、啊，已来到这个世间呢、啊。来啊，现身教化，不是伊意思啊，是众生的业感啊。众生有感，想着佛，念着佛啊，这个信息送出去咯啊。佛菩萨立刻啊，就会收到。啊，收到了，伊就会来啊。可是啊，迄、那个感也是要有缘呐、啊。这是大乘教的顶面上讲呀，佛不度无缘的众生啊。佛度众生一定都要有缘。啊，咱一个人。在这个世间，对水较大，啊，世间人，给一切众生，这缘非常的宽。这里面啊，有善缘，有恶缘，嘛有啊，不善不恶的缘。结缘的时阵，不管是有心或者是无心，有意无意，拢嘛是同款，这缘拢会结着。结的缘愈多，将来你成佛成菩萨，你也回归到自性咯。啊，你所修的信息啊，拢嘛是有缘的众生。你过去心中有缘，伊啊才会接受你的教诲。如果若无缘，你实现伫个面前，伊唔相信你啊，伊都唔要插你。啊，你个何必来呢？你就未来咯。所以来呢，一定拢是啊，接引有缘的众生啊。道理的这地啊，有时在阿弥生活的以前呢，也就是说阿弥大一切大我的以前，爱会向你家一切众生恭敬发言啊，这个好啊，因为善言恶言里面都嘛有荆棘。古婆也是真麻烦啊，你未清呢，发言较好啊。发言是什么呢？跟大家啊念佛，跟大家来学佛，这个好啊。有话，你看，第三界以这众生称之为宝啊，叫做三宝啊。为作用呢，会帮助咱解决一切苦难啊。
然后咱伫生活困难的时阵，那是得到保物咯，就会当啊解决咱啊生活的问题咯。这个啊，比物质上的这个七宝啊，也过较殊胜。我伫把这经上有讲，以大千世界七宝获悉，这不得了了。什么人做会到呢？大概只有摩诃修罗天王才做会到，大梵天王都拢做不到，那有这的进步呢？这多珍宝来布施，比不着啊！为人说四句偈，这都是啊法宝啊。为什么？为人说四句偈，这个人啊会开悟啊！你啊布施啊，带千世界啊七宝，伊提到手就真欢喜感激哩，伊袂当开悟啊！所以咱就知影了，什么叫真正的珍宝呢？帮助咱破迷开悟，这才是珍宝啊！啊，什么物件会帮助咱那破迷开悟？经典啊，经教啊，佛法里面所讲的法门啊，方法啊，门径啊。这物件较有路用啊！这物件得到咯，这出世间的财宝，你拢未看法啦！啊，你知影要安怎才会当啊得到呢？见性啊就唔免讲咯，见性啊，什么都拢具足咯。为什么呢？自性内底无欠缺啊，什么拢具足，无见性，自性内面的智慧啊、德相未现前啊。啊，咱的生活要安怎呢？生活就靠拍零工，赚淡薄仔钱来过日子，就这款情形啊。祖先内面来就那像讲恁兜的这个家财万贯，啊，离开厝的时阵你提袂着啊，你伫外面的旅行受一点啊苦难，你就袂当无去工作咯。你无工作，你食饭就成问题了。啊，咱迷失祖先，第六道伫十法界内底咧，八零功。见性咯，见性都无伫诶十法界咯，至少你会住伫诶是无庄严土啊，迄个大自在咯。啊，过转来到咱诶现前，有教导咱啦，咱啦必须都爱知影。啊！伫十法界在讲因果，你袂开因果啊？六道更加是在安心啊！伫六道内面，咱要得到财富，都要修行啊！安怎修法呢？在布施啊！哎呦，这个心嘛，愿呐、啊，欢喜修财布施，看到别人有困难的时阵，咱来应当专心专力来个帮助。啊，果报啊，真紧的就现前了。你想安怎呢？如是如罪啊！咱看到世间
发大财的人，拥有亿万财富啊，是什么款人？佮一生中财宝是收个真多啊，感到这一生的果报啊，那明白这道理，了解事实真相，对于未心善啊，平常心来个看待呀，咱想买无困难啊。咱对于现在起努力来修财布施，将来果报未输呀，也可能会超过真多啊。这是啊，静静动动，你就会在乎啊！不是讲用一寡损人利己的遐个不实的方法，迄款得来在乎，也果是你命内底所有的。你命内底若无用什么歹主意啊，你拢得袂着。你牙青去共唱，唱来也阁是你命内底有诶。你讲有冤枉无？你命内底无，你还未唱着，你就警察抓去咯。所以啊，命内底有啊，何必去共唱呢？何必去偷呢？用啊，这种非法的手段，甲家己命内底财富拢怕折扣咯。就开折咯，你命内底原来有一百亿，现在你得到五十亿，感觉未歹咯。你唔知啊，你用这个手段是非法的，做作罪业已经啊，损亏去一半。你讲有冤枉无？那所以呢，圣人拢嘛有教咱啊，不义之财，决定是唔通处啊。是错误的，我教人是有道理、有方法。聪明智慧是果报啊，发布施是因啊。啊，你修发布施，你就会得到聪明智慧；啊，你修无为布施，你就会得到健康长寿。你看咱那世间人。这三个东西谁人不爱？咱若想要财富，想要聪明智慧，想要健康长寿，拢总拢会得到啊！不是门中有求必应啊！真正一点啊都无假啊！可是财呢，主要怎样？家己啊，这个人生活真简单啊，真容易满足啊。你底下做要做什么呢？可是呢，咱来帮助这个世界上真正多在苦难的众生，那都还需要咯。啊，正当的用途啊！顺境顺仙的用途啊，三宝加持啊，嘛是有求必应啊。真心无一点啊，私心啊。诸佛菩萨在这个世间把咱所实现的祖师大德建立道场，安置大众，
哦，大众有一个真好的修学环境。生活有保障，行去的环境真好，有一个好老师，有好的同学。这个世界是一个好榜样啊，华中世界是好榜样啊，那不免讲咯，那是圣德流露呀。但是呢，在咱世间，那就不是靠圣德了，完全是靠修德啊。啊，修德会感动，各种的无同的善人啦，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那因啊，主动演出来了，像成就这个事业啊，佛陀在世，你甲看卖，那国王大神中家技术，那心奉献成就佛陀教化众生的事业，啊，那是经典上有看到啊。佛教传来到中国来，最初佛法的是帝王啊，汉明帝时阵派德赛去西域，去求佛法。拄到印度的古经，伫迄边的弘法，摩亭的法兰，啊，即个德赛，向这两位大德说明，伊是像汉朝啊，皇帝啊求佛的即个心意啊。邀请因来到中国来，啊，这两个人就来咯，扎着和尚，扎着金珠，啊，去年啊，都是啊，公元67年，现在啊是公元2010年啊，公元啊67年啊，永平10年，这是啊佛法。正式来到中国，中国的帝王，你请呀、啊！有两位法师来到中国咯，汉明帝啊就拜伊做老师，这属于啊国师的身份。甲因啊建立道场，就是这洛阳白马寺，那时阵首都伫洛阳啊。第一个寺庙就是白马寺，纪念白马派着这金珠佛像，有苦恼啊！无功劳有苦恼啊！中国人的心大中好，这几匹马啊，派着这金珠佛像派来到中国，也袂当袂记得啊！啊，这个寺庙名称。后面叫做白马啊，报恩啊，啊，佛教是安尼先来到中国来啊，以后你甲看这个帝王修复，怎样讲？咱那。想要修大福报，要去倒位修，拢是去佛门啊。佛门的福报，无人会当介绍比啊。皇上知影修好，
平民啊嘛，拢会晓学啊，会晓布施、三宝、供养三宝，呀，这个国家、这个、地区，世世代代有福报啊。这2000年来，国家重治久安啊，无灾祸啊。大家知影修复啊，住伫即个地区的人有福咯，哪来灾难呢？当然啊，是无灾难啊。如果即个地区的人唔知通修复，拢做罪业，那就麻烦咯，灾难就多咯。这个道理，事实真相，咱就爱了解啊。佛法讲的第一福报是什么呢？以感悟一切众生，这福报大，不是大觉。佛法是教育啊，是教学啊。啊，寺院内面经常的活动就是讲学。在古早时阵是翻译经典，经典翻出来了后就是讲解、讲学。人明白了后啊，个经典的这道理、经典的教诲，拢总啊，拢个落实，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这就啊变作真正大福德的人。大福德、大智慧，就变成这款人咯。啊，咱今天学佛学什么呢？啊，咱希望得到什么呢？乾坤呢？信心应风，这头一个得到呀，家庭和睦，事业顺利，社会安定，世界和平啊，得到这个物件咯，这是咱世间人迫切需求呀。现在这个社会动乱，灾难这么多，什么原因？咱那个圣贤的教育疏忽咯。啊，宗教教育疏忽咯，大家唔学咯。价值观颠倒咯，在中国过去古圣先贤的价值观，几千年来用什么呢？仁义啊，仁者爱人啊。义者顺利啊！什么叫做义？以心动念，言无著作，合情、合理、合法。顺乎人情，合乎道理，服从国家的法律。整理法拢总拢嘛顾着咯，所以国家重治久安啊，世界和谐啊相处啊，
中国的传统的文化就是啊，儒释道啊，三家啊。今仔日世界动乱，皆在阮变咯，唔是用仁义，用什么？用财富啊！啊，这个代志就麻烦咯。财富是大家人啊必争呀，要把财富摆出来作为价值观，人跟人之间决定的斗争，夺取啊财富啊，起心动念，顺人利己，社会哪会讲未乱呢？啊，这个世界要安怎会当避免灾难呢？啊，咱的祖先有智慧啊，先人啊，无糊涂啊，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到都然是正确的啊，所以祖先对得起咱后代啊，咱后代啊，今天所作所为对不起咱的祖先啊。啊，咱算讲是啊，真正好运，真难得。对啊，中年拄着佛法。拄到合法的后，这才是一个明白的人。你以前做了真多糊涂的代志，现在明白咯，明白过来咯，断恶修善啦。世尊在这地这段经文讲这个八相成道，啊，咱都要学习。头前这段经文给咱解释顶格，念落地这地给咱做了一个总结，总之大家妙用不可思议，书不必有处两者共集一说，不妨并存。每一种的讲法拢嘛好，拢有伊个道理，啊，咱啊无需要伫即地来分别执着，啊，因菩萨众多境界不一啦，这是事实真相。啊，境界是一切众生根性无同，真复杂啊，所以啊，菩萨妙用无方啊。有真实的智慧，又显卡方便。面开始咯，这就啊实现的八相咯。那那应该知影讲，要安怎去学习？经文这四句下导说，讲五经。既为出家，可行学道。甲下面这段经文啊，表八相成道，但既为不一，还有五定，真解惑。如华严啊！研修品及起信论，有啊，实信万位啊，是现不相。检察经讲四种的作佛的当中，第一信万啊，作佛动机。你看是现不相成道，什么人都有这款的能力呢？是不是满位啊？
就一当啊来啊实现咯。是不是阮威啊在佛法里面讲啊小学毕业啊，是不是是佛教小学啊毕业咯。虽然是小学，咱看起来是啊不得了咯。为什么呢？啊，超过十八届咯。啊，咱家看这些菩萨修行就知影咯。初信位，看华严经上初信位。好前甲注意报告咯，佛法修行的功夫都是放下，无别项，也放下。我哋十八品见血，便是见解啊。能讲看法，但一切阻碍看法放下咯，也正初信位啊。一年级的啊，地修行都是初果。修得完，拢是同款的，自我的看法放下了，自我的看法真多啊，佛界啊，归类啊，归为五大类。第一个是心见，那侬要执着这心是我咯。佛跟咱讲啊，这心啊不是我，不是我是什么呢？是啊，我所，就是讲我所有的啊，这三同款。这三不是我呢，是我所有啊！哎，会记得啊，身体不是我，是我所有。哎呀，把身体看作呢，跟三同款，因为心有生灭，我无生灭啊！哎，记得。我无生死，生死是什么呢？身体，身体是有生死，我无生死啊。身体若歹去啊，甲断掉无爱了，我搁再换一个身体，像那衫穿歹去了，而且穿垃圾了，脱落来搁换一件新呢。这个看法就正确了，把身体看作我啊，你看错了。这是啊，第一个错误，这个错误会引起真正罪恶这个错误，所以啊，头一个爱把这个啊错误的观念改正过来，心不是我，什么是我呢？有一群人在讲灵魂是我啊，心虽然死了，灵魂不灭啦。呀，过去投胎了，过去找一个身体了，无做会使安尼讲啊啊！但是这个佛跟人讲的啊，灵魂也不是我。啊，什么是我呢？佛讲啊，灵性这是我，诸性啊，诸性是我，不生不灭啦。啊，灵魂是安怎呢？这是迷咯，迷失了诸性，灵性就叫做灵魂，灵魂干我了，都是灵性啊。但是呢？灵魂的未当出六道轮回，也活动空间
是伫绿岛之内，无办法超越绿岛。但如果伊啊降我，唔免真大个降我，怎样讲这个心唔是我，那就容易了。啊，伊就会当讲慢慢的啊，悟到了。你识到人性啊，这是啊，真正的我。我帮助咱破迷开悟，回归到人性啊。这境界出我这头一个啊，第二个是边见，边见咱今仔日讲对立，接着有两边，我甲你这就对立咯，我甲伊嘛是对立的，甲人对立，甲书对立，甲一切万物对立。错了，对立的生烦恼了，产生矛盾，产生冲突，产生斗争，拢是对对立起来呀、啊。化解冲突要对立开始，化解对立吧。冲突自然都无咯，我伫个前几年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主题就是化解冲突，用什么方法呢？佛法讲化解对立嘛，爱对家来落手。是根本的解决，对立也是错误的。为什么错误？有条万法啦，甲家己是啊一体。你那当个对立呢？一体，目睭甲鼻啊，耳孔是一体。目睭甲鼻啊，敢会对立呢？鼻啊甲耳孔敢会对立呢？啊，你敢不是变成这款的呢？你错咯，没老家做这款代志啊！干我哪会讲去对立呢？过一个大的错误，成见，将个人相讲，无人成见真深，就是讲今仔日所讲的主观的观念，这袂用的啊。啊，成见有两种，有印象的成见，个性的成见。我话来对工作是见初见甲盖初见，见初见盖初见错了，嘛是错误的，拢算放下了。最后一个是邪见，这四个啊，袂当个包括的啊，拢总包括伫这邪见。这物件拢总爱放下，你呀、啊、就正着小行错过了，或者大行错信为菩萨，这是条件啦。咱来当放下这下，就是华严经上啊，即信为错信为菩萨。修行的错过啊，第二心，那用修行来讲，离心错过向上去，离过向三心就正到离过了，四心三过向，五心就正到三过了，六心四过向。七心就称阿罗汉了，修行四果啊，
八信是一佛，九信菩萨，十信是佛啦。对于阿罗汉到佛啦，这四个阶级是四性法界啊，无第六道轮回咯。啊，四个就超过六道轮回。就是七信为超越六道轮回，初信啊，到这个六信啊，无出六道。因降我咯，伊未未晓啦。虽然伫六道，因修行的所在是人间天上，伊绝对未去对三恶道，这叫做唯不退啊。保证不对三恶道咯，天上人间七处往返啊，这个黄玉经上就出掉七心位，七心位就超过六道轮回了。所以啊，就知影咯，八心、九心、十心，十心心满就是啊，初住咯。超外十法界啊！超外十法界要去倒位去？去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咯，一真法界就是初住菩萨啦。初住菩萨成佛咯，呀，来到这个世间来教化众生。啊，因依佛心力得多加，伊就实现八相成道成佛咯。就释迦牟尼佛的实现，诸位一定爱知影，释迦牟尼佛当年啊降生伫印度，是实现八相成道啊。最低啊是什么地位呢？是心心愿啊，是这款的位置啊。是这款的佛啦，伊都有能力实现八相成道。这就是检察经里面讲的第一种啊，心满，十心满咯，伊就啊做佛啦，有啊能力啊实现八相成道。啊，破门品里面讲的同款，因为什么心得多，伊就现什么心，历代主宰啊。第二种呢，如在一经中所讲的，观顶诸菩萨，观顶诸是十诸原位啊。灵悟无何世界实现八相，检查经第二啊，盖满作何东西啊？也就是讲，菩萨五业这个位处，心满。诸满、行满、十行为、十回向满、圆满、十地满，拢实现。伊若无满呢？无满实现未用呢？是不是无满决定未当起这款的啊作用？真像十诸啊，初诸菩萨拢有能力实现八相成道，立足当然是无问题咯。佮向上去，佮较是无问题。所以向上啊，四十一位啊，拢嘛会当啊，来啊实现啊，八相啊成道。啊，这段文咱来念咧，注意就知影，唔免详细讲。盖满啊，做佛，
第三，玲珑经菩萨啦、啊，教化品，明初地不上。这个初地是别教啊，监察经第三，正满作佛。你看，心界行净。第四，入如来地德不思议经，名究竟地。究竟地是一生宝处啊，不相实现啊。检察经第四，一切功德行满成佛等级。第五，华严不思议品，诸佛念念出心地，诸名佛后得地呀，诸心不相实现呀，诸我中见数是因中实现，第五是故啊，第五是故啊，佛后业用也，故佛后业用也。诸行安利如是是德用啊，那你即个简单来讲，初诸行佛都是啊，十信愿威啊，都是啊，初诸咯。初行、初回向、初地，都是对印象来讲，行满、回向满、十地菩萨，第五是顶架成佛啦。头前啊，拢是属因，后面属果，到下是安尼先。分别咧，按你讲个啊，帮助咱呐初学，渐渐啊了解啊事实啊真相啊。书经说明，由于诸事都是得是无处作佛。这个宝处应该都是第五、第四啊，是十地菩萨，这啊拢讲会通。六义金中啊，咱啊净土中，净土中初中无所修啊，净土中无这么麻烦啦、啊，不分，不是安尼细分。为什么呢？一弥陀卡方便回向所作果，阿弥陀佛见卡方便，因故用不可思议。那如果亲像这一般祖师大德所讲的。这个成佛啊，要修净土的人，咱啊在西方叫做世界修行，都要修到什么款的程度呢？才会当亲像这个发心菩萨同款呢？众生有感，咱就有应啊。那马来西亚不上幸福啦，那什么程度啊？叫做世界无十信啊，十诸十回向无这个位置，就诸多三杯九品，要变安怎讲呢？其实呢，咱若是讲念了阿弥陀佛第二十愿，
啊，就红莲答应我啊！啊，二十万啊！啊，阿弥陀是安那讲呢？伊讲，每一个往生啊，西方极乐世界人，就算是凡心动寄托啊，下品往生的人，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该做阿惟越地菩萨。啊，阿惟越地是华严经上初住以上啊。啊，你讲起来呢，就是啊，得到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本愿威神的加持啊，你的心通道力。智慧德相，拢甲发心菩萨差不多啊。阿弥陀佛菩萨啦，我一句话讲，你到阿极乐世界见了阿弥陀佛，你就有啊能力回来到娑婆世界来实现八相成道。这个不可思议啊！那唔免亲像教下遐尼麻烦啦、啊，遐尼分遐尼分，这是什么呢？是西方极乐世界得到阿弥陀佛啦，本愿为神的加持。所以啊，因果经啊，不可思议。若经论之啊，因经来讲，血应在第五佛后啊。之中言啊，有相可见是现不相的圣道之人，该为五个。这五种地位啊，拢会当啊，实现不相圣道。在咱净土中会使讲，最好叫做世界。诸土三杯九品，每一个地位的人拢会当做这款的实现。一般之在啊，保持生活所限，真该这偏重啊为佛后，诸说不妨并存，我为不妨则有。该十方来回之菩萨无量无边，其该位无平等中，也不该有差别啦。该生法来对平等来对有差别，差别来对有平等，差别平等不离呀、啊。啊，平等是真实的。差别是显卡方便啊，啊，平等是实德，差别是观德，帮助众生的啊。下面这段过来解释八相成道，专就文殊释迦牟尼佛。即文殊释迦，甲一切诸佛实现圣道之通道啊，应以佛心里得多加，一定是这种的方式，真少例外，所以啊，叫做通道，拢是这款的实现啊。但诸经论因开合不同，所说亦异。啊，亦说七相乃至九相、十相，这都是有一寡无同的这个讲法咯。
但是讲捌上也是上界罪，乃将啊经论之多数呀，现在讲捌上，在这捌上之中，内容也不尽懂。这个下面啊，估计你呀，甲人讲，大乘起信论。为不相为，其实呢所讲呢，第一对道术，道术天下降，二入胎，三主胎，四出胎，五啊出家，六啊成道，第七啊转法轮，第八入涅槃。这个起信论讲的啊，但是咧，四教义讲法佫无同咯。四教义内底讲法咧，伊啦对于道是天下，第二脱胎，第三是出生，第四出家，第五是行魔，第六啊是成道，第七啊是转法轮，第八是啊离这个涅槃，两相对照啊。原地是教义是开起信论之成道为行魔，个成道个行魔成道拢伫成道的内底，合起信论之入胎个主胎如脱胎，个其两者只是开合无共，内容无别。这是啊，如经说法啦，有一寡无同款的这个所在啊。释迦牟尼佛行道是三十岁，伊啊菩提树下实现的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转法轮是教学四十九年啊，涅槃涅槃佛过世咯，今年是伊老大人七十九岁，七十九岁过身啊。咱看下面加上说，以自教义化唯一的八相，就是康正楷的译本。这个当中讲的八相，心合有金处为一本啊，古来依止啊，这就是老居士组织部经。参考加上所内面啊所讲的八相成道，经中下道术啊是第一相，菩萨你道是天修行，寿命到了，道是天的寿命是清晰啊，道是天的一天是咱人间四百年，一年嘛是啊，三百六十天，四千岁啊，合咱这个啊世间五十七亿啊，
6000万年，现在弥勒菩萨住在那边，到四雷音是弥勒菩萨的道场啊，到四天有雷音有外音，外音是凡夫徛呀，到四天灵啊，那音也是菩萨因修行的道场。这个天是反省动机托啊，啊，凡夫看不到菩萨啦，菩萨也未去干扰到这个凡夫。当然，有当时也会去遇到有缘的人，菩萨嘛是有啊，先卡方便去给因教导。跟咱这地球是同款的，咱地球嘛是反省啊，动机土，嘛有啊，真多菩萨罗汉在咱这个世间修行，但是咱凡夫唔捌伊啊，都未着啊。有当时啊去拄着有缘的人，伊嘛会实现，伊那嘛会去看到。真像过去东朝时阵，法教禅师调五台山，看到文殊菩萨的道场，叫做大圣定那寺。伊也看到非常的欢喜啊，听文殊菩萨讲经。讲完了后，用文殊菩萨请教。现在这个世间渐渐的立佛法的时阵咯，那人的根性低钝啦，修什么法门才会成就？文殊菩萨教伊啊，念佛法门，并且过念几句佛号给伊听，伊也甲伊记落来，都、就是伊所传的五会念佛啦。但是五会念佛真正失传咯，民国年间有一法师，想到五会，伊嘛编一个。五会念佛的经本啊，迄绝对唔是文殊菩萨传的。这个法师啊，因家己想出来啊。因为我听见因这个念佛，迄、那个念佛啊，亲像咧唱歌是同款的。这边初期确实是真好啊，但是修行咧，迄、那个念佛是袂当入心。所以啊，我想我肯定不是文殊菩萨所传的。啊，伊离开定那寺的这个时阵啊，沿路子记号，下摆来啊，才袂去行唔着路啊。做了两个记号，我头一看，这寺庙无看到咯，无去咯。这是啊，菩萨道场啊，不是真正有缘的人是看不到的。我叫禅师是有什么啊？见到菩萨了后啊，就改修净土咯，变成净土中第四代的祖师。这个经段内底有啊，伊才个真清楚咯。啊，文殊菩萨真正是住在五台山。但是咧，五台山遐庙庙内底无啊，伊迄个寺咱人看未着，伊个道场啊，亲像佛门内面常常超见啊，求忏悔，慈悲三昧最忏，迄、那个故事就是五大国师，也是东条的人，伫四川
遇到阿罗伽尊者是阿罗汉啦。那是啊，有特别的因缘啦，看到咯，伊就当兵，新西兰名称，阿罗伽尊者给调解，完全这就离开了，变就好了。离开了后，佮啊倒转的时阵道场啊无去了，一片荒山，证明着咱这个世界嘛是反省啊，同基础啊。啊，菩萨在道是天。寿命终了咯，这个世间缘成熟咯，伊也对道是天啦、啊、下降啊，这是第一个相。啊，伊去倒位去投胎呢，一定伫王宫啊。菩萨伊未迷啊。伊会选较好诶所在去出生啊，一定是出世伫王族啊，太子诶身份啊。为什么呢？将来啊，出家修行，人则轻相信啊。真正你看王位富贵会下掉，伊啊教人放下，心态放下，则会用你啊。啊，个王，别人收钱要去做，伊已经啊，已经得到了，甲伊放下了。这个用意啊，真深啊！啊，做个王，嘛是不容易啊。如果无十岁以上的断恶修仙，积功累德，哪有这大的福报啊？爱修十世以上啊！你看做国王也享几年的福呢？十世的修行，几年就享完了。享福上长的，在中国历史上，乾隆皇帝啊。只有伊一个啊，做了六十年皇帝，佮做四年太上皇，中国历史上找无第二个啊。迄、那个人爱修偌侪年福报啊？咱一般讲修一百世啊，修一百世福报，修福无相福。累积，才有这大的福报，不是五年的啊，不是大家人拢做会到的啊。有一款帝王在位的这个时间啊，真短，才无十年，真多啊！看中国历史，你就会看到。二三十年就讲真未歹咯，这个福报是生生世世修积来啊。世间的达官贵人啊，大富中家，拢嘛是过去生中生生世世积功累德所得来啊，无一个是五年的啊。讲拄运气拄着无可能，一个都找无啊！所以这内底也因果报啊，咱啊下课的同学拢会真清楚、真明白啦。伊也是决定为未歇啊，伊也选择红姜啊，
来投胎啊。啊，这个降龙宫里面有第二跟第三，第二啊是脱胎，第三是出生。伊啊，伫降龙宫里面，即个一句内底就甲即两个投胎出生，就包括伫即内面咯。忌讳出家，甲人做一好模样，别人别伫名利内底，伊啊是啥物都拢得着咯，无爱啊！该放弃啊！说明什么呢？说明出家比做国王更加有意义啊！做国王，你啊，结家，当然这是圣贤的国王，你教化全国的人民，你有界限啊！出家呢，教化一切众生是无界限的呀。你教化众生啊，超过一国的人民，唔知讲有偌济辈咯。啊，做国王，一国的人民，你着你的教诲，用你的福报，节节出家。变化界虚空界众生，拢得到你的福音吗？这是一般人唔知影。啊，释迦牟尼佛忌讳出家是十九岁。啊，下去宫廷内面富贵的生活，苦行学道啊，这是第四项。这啊，农家叫您做一个啊好榜样。伊唔是出世伫贫穷嘅家庭，富贵嘅家庭呢，会当受苦刑，真正会放下。幸福莫怨是第五项，莫怨也是实现呢。已经幸福了，那有魔呢？那有怨呢？怨是怨亲债主啊，魔啊是种种的折磨啊，都无咯。可是爱做这种的这个实现。教化修行的这些大德，啊，要走辛苦的道路，嘛不是讲遐容易的啊！你爱看你啊，考验，磨完就是考验，爱看你考验吗？啊，足侪足侪的折磨，家己的心内烦恼习气，拢个磨尽咯，你才会成就啊！顺境顺仙，这才会成就。啊，所以菩萨都爱修六波罗蜜。啊，第一类放下贪心、悭贪，用什么呢？用布施，
放下健贪，用持戒放下恶业，为不再做恶。用忍辱放下嗔恚，用精进放下懈怠，用禅定放下散乱，用智慧放下无知。还拢是啊，无完啊，真正会当啊放下。你看修啊，忍辱波罗蜜，金刚经上只是讲一句，这个故事详细是在大涅槃经里面，故里用跟着身体这个故事啊，菩萨在这修忍辱波罗蜜的时阵。故利用来个试验可以啊，你真正敢会当忍？好，忍敌处死，这是唔可以好死啊！嘛是一片一片个挂落来，挂到死为止。问伊讲啊，你会当忍？有怨恨不？无怨恨，到死都无怨恨啦。甲故利用讲。我将来生活第一来道理无万分，只有感恩，感心的恩，经过这摆的考验被体验了，忍辱波罗蜜成功了，所以提早成佛啦。本来释迦牟尼佛幸福是在弥勒菩萨后面，就是啊，有这款的一个功德，无比殊胜的功德。这个机会是高良好业啊，也领受，无一丝毫怨恨心。提早幸福啦，释迦牟尼佛在家实现呢。实现成佛，转法轮第一个证阿罗汉果的，就是啊，教定如尊者，就是净邪国良。啊，释迦牟尼佛就是忍辱仙人，讲话算话啊，成佛啊，确实啊，第一个来度伊啊，这是咱来学习的啊。那、啊、是讲一点啊，苦难折磨，拢未当忍受，你哪会当成佛呢？什么都拢爱忍受啊！哎呀，这成就啊，成最正觉，这都是啊，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成佛咯。这第六项啊，成佛了后，家己道德啊，成就咯，智慧啊，成就咯，学术啊，成就，伊学术是伫咧可行学道学啊，十二年啊，十九岁到三十岁。啊，真正去学过啊。所以，道德、学问、智慧、这人圆满的成就，成就了后啊，这展开伊的教行，加转法轮，上义法音，各诸世间。
先做正港时阵，咱的世间人唔知影，无人去请伊啊！啊，伊家己想讲无人请，啊，要安怎呢？就入办了盘咯，走咯，离开这世间咯。人间呐，无人要请伊。天顶的人看到咯，我不翻天，你第四想我不翻天，就是紧急天灵，因看到咯，看到是阿弥陀佛这个所在，是现不上升到成佛咯，因应赶紧落来。待一切众生请法啦，请佛祖师，请转法轮，点开教化，佛答应了。这个答应，就去这个六幺丸。找到以前的五位同伴，甲因做伙来修行，也甲因讲经说法，也教定如开悟了，证阿罗汉果，这是最初的罗亚丸转法轮呐。啊，对这以后呢？这个摩尼佛一生49年教学啊，就唔乜中断过啊。确实啊，心行缘教啊，伊伫经常所讲，伊全部啊拢做到。所以啊，大家相信伊啊。如果伊教人做，伊家己做袂到。就是会假呀，无人会相信，伊也家己做到咯，大家也相信咯。业以下，这个业以下诸故，这第七项。这是啊，以一生教学，下段文章无处中下离现啊，灭多，这是第八项。这是增加释迦牟尼佛在咱这个世间把上升都点出来，然后这个一。一段的这个来加介绍啊，咱啊先看下面的第一段下导述，这第一项对导述天降生，导述是梵物啊，也梵作导述。多数都这拢是一个梵文梵译家所翻的名词，是无同款，拢是啊讲一件代志，本是一名啊，译音有异啊。伊个意思呢，都是意思啊，是妙教。依旧，依旧，那欲界中第四天，你看这个天呢，天灵，伊呢德行，咱对这所在，对明和这来对，就知影咯。依旧啊！
地足，地足啊，就是生活。你若想要生活，你大生就要地足。在地足天内底去修行，然后这意思。啊，要安怎才会当真正知足呢？对哦，悟到人生的真相，彻底明白，这个时阵你的心如如不动啊，回归到自性本定。真正知足了，这就是六祖开悟时阵所讲的：“不起自性，本无动摇啊！心未搁在动了，这叫做知足。心动了就不知足，你心不动了，自性本定啊。”定是慧啊，自性内面无量的智慧，自然现前，甲一切众生交往的时阵，众生有问题咯，立刻就回答。唔免阁去想看卖，想看卖就错了，想看卖就落到第六意识去了，那是凡夫啊！菩萨成佛，转不识成四谛呀，未阁再用阿赖耶咯，咱知影，若都用阿赖耶。素性嘛，用阿赖耶都是十法界啊。转世生地十法界就无咯。诸如来十宝庄严土，十法界无去咯。伊啊，哪会有思想呢？思想都无咯，思甲想，你看中国的理，中国的理也是智慧的符号啊。啊，思是什么呢？心内面有分别叫做思啊。你看心顶面一个诶禅理，为上加啊，那叫思啊，有分别咯。相是什么呢？相是你心内着相咯，心内有相，那就叫做想咯。着相啊是执着，所以相是执着，思是分别，分别执着就拢总甲断去咯。只有心嘛，纯粹啊，都是一个心，顶面什么物件拢无咯，清清气气，这叫做啊真心嘛。所以咱这祖先做的这个符号，哦，你这个看到就知影讲伊的意思了，智慧的符号了。依照都重要了，依照思想都拢无了，就真正依照了。哪讲是思想上无？分别啊，执着咯，念头都未起啊，这叫做妙觉。啊，妙就妙在即地啊，不起心，不动念咯。若观接触六尘境界，
难见你们。微笑摄像，身体接触，拢未起心未动念，即妙足。唯一现为弥勒大师之净土，我以即为天将欲落牙之处。后十天都加个注意报告了，反省同祈祷。圣灵所带叫做雷伊，这站天啊，属于欲界。欲界有六站天，伊也是第四站。原来一般中国人讲天道，都话拢是讲这个第二站，第二天。中国人啊，称第二天王做玉皇大帝，都教内面崇拜第二站啊。过气气的亚摩天，过气气就是道士天咯。那道士天比道理天观能赞。我以为这是天将欢呼因的徛的所在，因为这个欢呼拢地足啊，所以地足上落啊，这里面的这个天人非常快乐，没有路，衣食足连，不需要家己辛苦经营。福报真大，是因生活享乐的所在啊！好有经色法门品，闻祈祷十天有大天将明月孤洞宫中。2560里，菩萨上座为诸天人护念经典啊，这是讲雷伊啊，雷伊是啊，弥勒菩萨也道场，伊也住伫这个所在。而且所在讲经教学，这个天将的名呢，也叫做孤洞。洞是孤显的意思，非常明显，非常宽大。这个建筑范围有偌大呢？共同2560里，这大的一个范围啊！啊，咱看起来不可思议啊！可是天人的身体宽大，天人好不大，一层比一层较悬啊！都说天灵就相当宽大，因啊大地这么大的一个宫殿啊，就是亲像咱人间皇宫差不多。我想有真侪同修拢有去北京啊去看过，看这个故宫，元明清三代的皇宫啊。你也就会看到帝王
也这个威势啊，菩萨上座，这个座表定的意思，人坐的这所在，应该真正稳重，站的、行的，这是啊，这个行动，坐下来就像立定同款。这也表这个意思，表不动。佛门内面的坐禅，嘛是出这个意思。坐禅不是讲心坐的遐无叮当，心无用处啊。爱心不动，心不动啊。目睭看到外面的境界，如如不动，眼底这色定上入定咯。耳孔听到音声，伫这个听音声内面啊，不动心，耳孔伫这音顶内面啊入定咯，就这个意思啊。心啊，代表咱的六根。啊，你必须心面对外面，色声香味触法，拢啊做到不动心，就叫做啊上座啊，真知足咯。啊，动心就不知足咯，也想要知，想要得到，不动心咯。六根啊，伫六尘境界上不动心，这叫做上座。为诸天人无厌警告啊！佛弟论第五，有这几句话：多数得天，就是道是天。六心菩萨无中教化，好心是菩萨最后的心，伊啊将来就成佛咯，伊就不是菩萨咯，就是顶格菩萨咯。啊，宝处菩萨、后心菩萨呢，就以成宝处菩萨出世界。过去、现在啊、未来，三世之宝处大师，该从诸天降生，凡是啊来做佛呢，成龙地道出天啊。啊！伫迄边呢，正讲是做准备的工作，佛落来实现成佛，八上成道咯。啊，这个啊，道士天的意思，就是甲咱讲知足，这个最主要的一个意思。人啊，未当讲不知足，啊，那那都知影咯。弥勒菩萨代表什么呢？代表地藏。所以中国人啊，塑着弥勒菩萨像，菩提和尚像，就讲甲人笑眯眯啊，让你快乐。为什么地藏啊？啊，就是讲地藏上乐啊，伊完全甲咱啊表现出来咯。啊，一切时一切处，无论是拄着什么款的境界。逆境也好，顺境也好，啊，善人也好，恶人也好，拢总笑面，这是表现出来咯。也咱阿弥勒菩萨都爱学迄个模样，真正是学到咯，得到大受用。啊，什么大受用呢？头一个身心健康啊。你看啊，人有常讲，人逢喜事精神爽啊。人若是快乐啊，伊就未破病啊。忧头苦面一定会破病。人若是欢喜快乐，哪会破病呢？欢喜快乐对倒来，利就来啊。就是表这个意思啊。啊，今仔日时间到了，咱就学习到这块。